大家好，我是陈晨，今年最后一场韭菜卖了，今天我们来松一下土，顺便查一下场，这样的话韭菜长得更快。我跟小麦一人负责一块。晨晨，这个韭菜长得还挺快的，才割了3天就已经冒新芽了。韭菜本来就是越割长得越快，就像理发一样，一开始那一天头发是快的。你看，你觉得种韭菜容易还是种瓜容易？我觉得种什么都不容易，种瓜的话只要摘刺多，但是要生产日好价格才能卖到钱。种韭菜的话只要摘刺差，但是狗粮差还有差，都有差能卖到好价钱。你分析呢是比较太扯呢，确实是这样。不管种什么，首先把它种好了。那还要人气好，遇上一个好价格，做付出呢才会有回报。家爷，我把庄稼管理好了，好价格才能买好的翅膀呢。好。晨晨，你挖了好几块了，时间不早了，爸爸在家人家炖鸡肉了。再回家做饭了。你先吃吧，我在屋后回来。你再回去带着他买，我好做饭啊。行，也行嘛，走吧。好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回来啦！是哪儿子？我在炖猪肉啦。我啊。没得小麦。炖肉啦。爸爸妈妈，我给你们一粒养好东西。小小的手掌。不不不不，快过来吃！好，我再来了。哇，我在本场去来水走呢。啊，真爽！爸爸。谢我子。来。来，我再吃一个啊。又好吃，我知道你那么喜欢吃，你吃过没耶？吃过了。好。是我吃吗？我的还有我拿吃吗？再吃，你那个奶奶回来吃。好，我们老婆子再分你一个啊。嗯。要。不过这真是太棒了，这样会走本趟去嘞，太珍惜了，我真是没想到。晨晨太乖了，好一波买卖好水饺，真是宝宝的好本事。嘿嘿，我